兄弟们，不是吧，地听王又出了一只13技能眼睛，要不地听王你别看了，我来，我上号，我上号帮你看行不行，地听王。第一个技能就法莲，法莲最后一个技能法莲，地听王我扫码帮你看嘛，地听王。是兄弟们已经是地听了13技能，法爆精神集中敏捷魔心吸收在这，这吸再生在这还很有机会。这样你把第二排看完，这下一个照片你把第二排看完，中间大法一个没上，来吧，祝地听王13技能眼睛地听，给地听王出出出出出出出，来吧地听王，抽一根烟来一个技能，这不是出奇吧，出奇，这好像是出奇，兄弟们13技能出奇眼睛地听来了，这是出奇，兄弟们，而且眼睛是在出奇前面的，牛逼666，13技能出奇，给我来眼睛，给我来眼睛，地听王等你好消息，好吧，从前面先开始看，看九个第九号位，看九号位，看九号位，看九号位落点，这还不一定，兄弟们不一定，不一定，还有机会，但地听王这只宝宝别回了，别回了，虽然没眼睛，但是有出奇，你已经习惯了。梧桐我已经习惯了，没什么好气的，15技能都能下，给了初期怎么可能给眼睛，地听王别这样，对生活要充满希望，对生活要充满希望，笑着面对一切。地听王这东西你毕竟那最起码出13技能初期你已经很，你要这样想，出13技能初期地听你已经很幸运了，你知道吧，这是真的好，这他妈要是13技能带眼睛打成的话，不得起飞了呀。